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西方是星期一，9月9号99，那东方已经进入了9月10号星期二，感谢赞美主。要记得我们每一天永远要感恩，永远爱神爱人，永远走正义路，永远追随着主耶稣，永远牵着主耶稣走到永恒。感谢赞美主。要记得我们继续为旁边的人，为家人，为亲戚朋友们，为世界祷告。感谢赞美主。祷告就是跟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结合来在主的面前祈求，在上帝的面前祈求啊！感谢赞美主，来到主座前。好，今天呢，我刚才看到的意象就是在最后那边的26、27啊，26、27，我写到哪里？我写20没有，24、25那边，就是主给我看到字是白色亮光的字，写说他们是他的义，什么呢？他们这是他。他们是谁？他们啊，那他又是谁？是他。后来给我说明，这个他当然不是上帝了，因为上帝在讲话，不能够叫自己叫他，对不对？那接下来他讲，又听到声音说，起初是看到字，看到字说不能够，什么？我紧张起来，什么就不能够，不能够被提，我很紧张的啊。OK， 当然不是啦，不能够。然后也有看到了，后来就听到声音跟我讲说我不能够在此心痛啦。我不能够在此心痛了，我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心痛了，这个世界已经像做魔鬼了哈，像做魔鬼撒旦了。好，接下来那是我想起什么？想起在20多年前，神第一次跟我讲到世界的末了哈，世界的末了。然后当我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第13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13给世人是一个 unlucky number， 不幸运的数字。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不是啊？以赛亚书13章呢？13哈，那我今天就读世界的末了这个预言哈，是以赛亚写的哈，是在以赛亚书第13章。20多年前，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第13章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话说，这就是世界的末了啊。好，我就读下去。当然那时候20多年前跟我讲，其实不只是20多，对对对对，25、26年呢。OK， 那时候我在加坡，我没有说每天在世界末了，世界末了，没有，我不是这种人。OK， 因为我太忙了，每一天太忙，没有去想，所以一路来都是神在启示，各位都是神在带领之下走到今天哈。因为神选举的人做他的事工，他不会选那些不适合的，他要选那些适合的。如果一个人每天神启示世界都末了，每一天都想着世界都末了，那这个人就不能够了，对不对？因为没有等候神，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是做不了神的事哈。那我们当然每一天都要在主座前要跟神讲话，要祷告，要赞美主，而且要读神的话，OK， 神的道。那今天呢，我们每一天都有灵修的，就是神直接给我们的信息。哇塞，信息就是神直接给我们的信息。那如果有空的话，如果有更多的时间，那就多读一点圣经哈，是对我们里里内内都是好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也是神喜悦的事。那我就读这个以赛亚书第13章，就从第一节开始。这是预言审判巴比伦。什么是巴比伦？英语叫做 Babylon。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巴比伦是哪一个国家？当然是美国啦，尤其是纽约。 OK， 巴比伦啊，还有一个巴比伦呢，哪里呢？大家如果看耶路撒冷， Jerusalem 里面是有 USA 啊，是有美国的名字在里面。 OK， 现在呢以色列哈，真的走得非常离谱了哈，就好像犹太教他们不承认基督教。 OK， 现在在攻击基督徒哈，在以色列，even 在以色列里面也在攻击基督徒哈。然后呢，在以色列呢，它的首都就是同性恋，就是同性恋改姓的首都。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不是巴比伦是什么呢？所以呢，现在 Donald Trump 跟那个本扎米纳拉耶夫，就是以色列哈，他们很合作的啊。那我相信说，就是神
把这个总结局就现在已经到了末了，就是巴比伦两个地方，就是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结合他们其实以色列呢要打旁边的其他国家 ，OK， 那当然其他国家虽然是穆斯林国家，有很多基督徒在内 ，OK， 其他国家其实他们也不是说攻击基督徒哈，只是说就好像马来西亚这样，如果你是穆斯林，他们那些人是穆斯林，你就不可以传基督教给他们，这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所以在中东地带其他穆斯林国家也是一样的，但是基督徒可以继续崇拜，可以继续去礼拜堂，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呢在以色列更糟糕，现在就是基督徒受到很多逼迫，而不是从穆斯林的国家。那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主兴起了这个俄罗斯来其实做很好的见证，给穆斯林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是善良的，我们基督徒是要跟你们一起生活的哈。所以呢，我们就基督徒应该从爱开始，我们不从攻击方面开始，我们是从爱，从我们的爱中行为，我们的行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政治这些 ，OK， 那其他种族或其他的宗教，他们就会看到上帝的爱，这是以爱来打败魔鬼撒旦哈，因为魔鬼是仇恨，魔鬼是邪恶的，我们要以善良的，我们要以正义的，以爱来打倒魔鬼撒旦，但是西方国家已经堕落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哈。OK， 他们是什么爱呢？他们说你要爱同性恋，你要爱改性，你要对他们要非常的特别的对他们好。好像在加拿大这边，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你两个结婚了，你不用你的所得税还得很低很低，而且其他人都不能够讲你一句不好听的话，同性恋可以去控告的哈，而且小孩子们都在教导同性恋了，所以美国也是一样，所以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就好像我今天看到的一项，就是在十三那边就看到小孩子差不多是十岁左右这样哈，就在水里面哈，他们在水已经到他们的半身了，然后他们也不懂得上岸哈，所以这边是讲到小孩子们现在走下地狱了，要已经水到他们的半身了，再下去他们是没命的了，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来了。好，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第一那边，以下是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有关巴比伦的预言，第二节，要在光柱的山顶上举起旗来，向战士们高呼挥手，其实他们要进攻这个贵族，美国不是贵族吗？要贵族居住的城 ，OK。那第三节，OK， 接下来我已经向我拣选，就上帝讲的话，我已经向我拣选的士兵发出命令啦。OK， 大家都知道了哈，士兵发出命令，那天军们都准备好了，还有这个我们这些战士们哈，不只是我们这一群，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哈都已经神在准备，我们要一起来打最后的战争了哈。我已经召我的勇士去颠倒我的烈怒，就是神很生气了哈，所以要出兵了。他们因为我的胜利而欢呼，我胜利而欢喜，就是因为神主耶稣胜利了。听呀，当然大家都知道巴比伦所做的事情，同性恋这些都是魔鬼的作为哈，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偏向魔鬼了，所以魔鬼大，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国家已经进行得很厉害，但是在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很多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希望这次被提了之后，就更多的那些拜魔鬼或者是非基督徒能够回到主面前哈。OK， 来向主祈求。第四节，听啊，山上的人声在呼喊着，大军的声音来了，列国都聚集在一起了，万国之君的耶和华正在召集军队来要准备战争了哈。第五节，他们从地极从边边而来，就好像美国跟中国俄罗斯不是差得很远吗？他们很远的地方来，那是耶和华要颠倒他烈怒的军纪，要毁灭大地了，大地啊，美国不是大地吗？ OK， 第六，哀声
哀号吧，耶和华的日子近了，存人则施行毁灭，这时间到了哈。第七节，人民都必须双手发软。我想在这边之内，因为怎样讲加拿大跟美国好像弟兄这样，所以我真的不希望，我真的希望上帝快快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没有大涨哈。希望这个预言已经在准备了，但是希望神大大怜悯，没有这个大战争了哈，希望人快一点的悔改哈。当然神讲到这些我们人呢就要祷告 ,OK, 求神怜悯啊，那神就会怜悯，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作为祷告代祷者呢，就是站在中间的立场 ,OK, 来到主面前向主求情啊。第七节，人民都必须双手发软 ,OK, 胆战心惊 ,OK, 心里在跳啵啵啵了哈 ,OK,痛苦不就像那个要生孩子的妇女，他们面对羞辱，而且就好像火烧这样。第九节，看耶和华的日子来了，是充满着愤怒哈，这时间使大地荒凉哈，是毁灭地上的罪人。第十节，天上的星辰不再发光，天上的星星不再发光了。OK, 大概大家都知道天上已经在生病了，很多星球都生病了哈，这个大家都清楚吧？如果没有看新闻，我有时候也有讲哈。OK, 接下来呢是什么呢？就太阳刚出来就变黑了，就是白天就很短了，晚上就很长了。这边也可以讲到属灵上，就好像我在梦中看到一群。我的妹妹已经其他人教会的人，他们有团契啊，他们里面都是暗暗的哈，所以我为什么看传道看的好像是第一排的地上，因为是比较暗了，世界变暗了哈。啊，接下来月亮也暗淡无光了，没有光了啊，对不起我的电脑压太多 ,OK。啊，我现在是用左手去 control, 所以就是比较难一点，我是右手写字的哈。好，这边讲说他神说他必惩罚这些邪恶的世界 ,OK? 邪恶的世界，然后希望邪恶的惩罚那些，也惩罚也审判也医治那些邪恶的世人哈，使那些骄傲的，使那些暴露的人 ,OK? 这骄傲挪去哈。第十二节，我必使人比那个精炼的金子还稀少，就是说神锻炼人哈，这些事情发生就要有悔改，这些然后炼出这个金子是很昂贵的金子，很精细的金子，但是是很少，少之又少，就好像神训练我们这一群人是少之又少的哈，就是很难见到的哈。第十三节，我万军之耶和华，你看我电脑一直control 不好，这个 mouse 我忘记是耶和华发出愤怒的时间到了哈。OK, 然后讲下去震动全世界，人们都要逃奔亲族，就回去亲族了逃回去故乡了，好久归家了好像那些鹿啊那些羊一样哈。第十五节，被抓住的人都会被处死了，被刺死了，被绑起来都会在刀下被处死，就是那时候就有残杀了第十六节，他们的婴孩将被在他们眼前被处死，这些在那中东的时候，那些恐怖分子杀死这些基督徒穆斯林也是这样的，把他们小孩子都把它切成一半，这些都已经发生了都已经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祈求神啊，快快来救小孩子 baby 回家，我们不要他们受到残杀继续这样下去第十七节，因为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可以讲说因为很久那个科学家在西方科学家他们有研究做一个 human hybrid hybrid 就是其实是魔鬼跟人混合起来的，还有那些以前的很多这些邪灵这些一起工作的所以呢大家大概就像我一样很难相信有这些邪灵外星人这些其实我有看到一象两次就好像外星人的形象看到两次，真的不可以，是不可思议，但是毕竟是真的因为很多人去研究去找出来找说是真的，很多他的外表像外星人就是代表是魔鬼撒旦跟人在生孩子现在还在发生所以
啊，其实美国的政府他们都懂，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好像那个啊五角 Pentagon 都是跟魔鬼撒旦合作的，还有其他欧洲国家这些，英国这些哈。十七节讲到他要使那些麻袋人来攻击他们，麻袋人不在乎金子，也不看重银子了，就是这些麻袋人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啦，很多基督徒，他们不看金钱的哈，他们不看重的，他们看他们现在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OK， 现在美国攻击俄罗斯攻击的非常非常厉害，也攻击中国非常厉害啊！他们用好像这个示威者这些都是被美国这西方国家利用他们给他们钱给他们计划 OK， 来要打倒中国，要打倒俄罗斯，要打倒如果哪一个国家跟美国政府有反对美国政府的，他们就来攻击了啊！所以。这些示威者很多都是被西方国家兴起的啊，兴起他们来攻击自己的国家。OK， 十八节啊，就说他们必用弓箭射死年轻不廉贱。当然这些事情发生不是说神让它发生，而是在战争的时候这些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哦。OK， 当然我们叫神多多怜悯。十九节，巴比伦在列国中辉煌没有啦。OK， 没有辉煌也没有荣耀。上帝要毁灭他了，好像毁灭毁灭以前古时代的。OK， 那这边讲接下来就是讲说也没有阿拉伯人在那边帐篷啦，放羊群啊这些没有了，也没有禽兽啦，就是什么都没了哈。所以巴比伦的结局近了，他的时候不多了。感谢赞美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大家可以回去多读一点，就是讲到最后的结局，神一直跟我们讲过了，所以大家读这一篇的时候就是很熟悉了哈，已经神一直在提醒我们了。好，大家回去看那个异象看到的异象哈。那昨晚呢？昨晚是这样。昨晚十一点还没有十一点的时候，其实我是楼上十点多才下来啊，因为东西做一下就十点多了哈。之前我就陪着我小大孙子，因为跟他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呢，他就看到了两个意象，那就是我他画出来，我先给大家，就是他画的。他就讲看到一个好像 B， 他讲 B 倒转的 B， 当然倒转的 B 也像 P，OK，、okay? 那家看起来也像九了哈 ，OK， 然后就是这样画起来一条线从C 到东这样，然后一个圆圈这样，中间是黄色的，那旁边呢都是紫色，因为它没有紫色的哈，所以他就用好像有一点画起来像粉红色的哈，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毕竟粉红色也是进入了那个主座前就是紫色了哈，所以黄色当中间的黄色四方格，他讲中间的四方格是黄色的，那就是新天新地那一端了哈。哦，还有一个也是说我们要等最后的四天了哈，四天黄色也是等待了哈，等待就进入来到主座前就是紫色的。那最后的四天是哪一天呢？根据今天的看到的意象就是11号、12号、13、14、13、14就回家的时间，所以最后的四天是11、12、13、14，但东方就是讲11、12、13、14了哈。我相信我们西方呢就是到13啊，只相信哈。那大家可以接下来有看到，我自己看到苹果一粒大一粒小哈。那刚才给我聪明智慧小粒的就是讲到9号、10号就是小粒的，11号、12号、13、14就是大粒的苹果啊。好。接下来我的孙子又看到就是这个圆形，就好像我每一次看到的四方格有时候就变成圆形了，就是看到那个时钟在那边就是新天新地哪一端，然后旁边有两条路这样线这样下来哈，接下来当他在画的时候，神继续给他聪明智慧，你知道吗？我问他为什么你画这个呢？他说一直到我的头脑，他讲一直到他的头脑，所以他要画下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在 left hand side 那边一条线，那边就是这个道路哈，有他画上去那个箭头，一直上一直上那边箭头哈，只有一条路。那在另外一在东方那边，东方就是右边那边 ，OK， 有一条路，但是有两个箭头 ，OK， 两边有箭头的是两个地方 ，OK， 两个地方上去上去上去啊。所以呢，我没有跟他讲，这个可以看看这个他画
的哈，我先给大家，西方有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东方那边有中国跟马来西亚是两个国家 ，OK， 所以他就画了两边的箭头。其实我没有跟他讲这些，他自己就是神给他聪明智慧，他画出来的哈。还有我给大家照片了。啊，他写下面的就是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神叫他写 S 啊，我忘记真的是蓝色还是说只是用那个笔，我忘记了，然后不要紧，就是神叫他写 S， 他讲写 S in snake， 他讲就 S 就是像 snake， OK， S in snake， 因为他只是啊读幼稚园，现在刚刚进小学哈，刚刚进一个星期，所以他讲 S in snake， 所以就写一个 S， 之后呢神就带领他写2 3 4 5 6，然后他没有写七哈，没有写七，我也不讲了，我就静静的让他自己写了，因为神跟他讲话不可以打扰的 ，OK， 也不能够，这个是他自己看到讲什么，知道神给他什么讲什么啊，六了之后他就写八了，他讲说 I feel like writing up to 100 and live into infinity， 就是说他感觉到他要写到100，然后写到永恒那讲。OK， 那大家看 S， 很有可能是代表星期六 ，OK， 星期六东方就是14号啊，星期六哈，然后是二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OK， 然后就回到家了，爸就是家，就是天家，然后就进去永恒了 ，Infinity， 有没有看到画画？之后呢，他讲为什么又有一在跟他讲要写一呢？他就写下来一个大的E S in elephant，OK，、okay? elephant， 他就画了一个 elephant，OK，、okay? 然后啊、他画的时候他在笑 ，OK， 然后之后呢，他就写他说。为什么他讲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他一直讲 I don't know why， 他就写2 3 4 5，他的五啊起初是倒转，因为他是他是左手写的哈，是 left handed 啊，然后他写哈五，然后六又没有写七哈，没有七了，然后就进入八了 ，OK， 然后又画一个 infinitive 啊，那什么是一呢？一就是以马内利，一也是永恒哈，一是以马内利，也是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哈，也是啊永恒 eternity。好，感谢赞美主，我刚才讲到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旁边有没有画那个画其他一个勾这样哈、哦、其实他是想他突然间投进去那个他的角一个角落，他说他看到视力灯 ,OK, 视力灯，然后他要画的时候青色的灯，视力青色的灯，倒是他妈妈进来了叫他睡觉了，已经很迟了。好，他还有讲说他爬起来的时候看到我的眼镜 ,OK, 我的眼镜 right hand side 就是右边呢的眼镜呢，他的床边的那个灯光反射过来是看到它是黄色的光黄色的灯，但是反射过来是红色的，他讲红色在我 right 左边右边那边，那左边那边呢又看到青色的哈、哦、青色的光，所以过了差不多几分钟之后他就不见了，没有了 ,OK, 所以感谢赞美主 ,OK, 啊那昨晚是这样还没有这样啊，之后我下来然后我再祷告，因为我忘记带他的纸画的纸下来嘛，我有很多很怕失去那张纸哈，给我是一个宝贝，因为每个意象啊每一次神启示都是宝贝啊，所以我说我就祷告闭起眼睛祷告，主啊那张纸哈求主哈在楼上我很怕不见啊，主你保存它哈，不要使它不见哈，然后我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之前我已经声音大家哇塞了，我眼睛打开突然间眼睛看到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怎样就亮了，电话亮了，去哪里呢？去那个我的 alarm clock 就是闹钟那边 ，OK， 不是我进去的哈，他自己进的，就闹钟这个画面在我前面，然后我就赶紧叫我先生，他已经睡觉，叫他醒来，醒来替我照个照片，照个照片，然后照了照片，他感谢主，他愿意帮我，然后我就去楼上找我的女婿哈，女婿刚刚睡觉，我也叫醒他，因为他通常说哦，妈妈是因为这样那样，好，我说你，我说你看，我一定要给你看。当我在走上去的时候，我看到，哎，怎么是11:01的哈？你11:01之后呢？看到那个图，我先生然后就send给我那个照片，照片里面是11点啊，11就是代表背起啦。大家看清楚，有没有看到11 ？OK。然后我叫我的女婿，我的女婿说，是不是你有简写啦？这么 OK？ 好，我就
好了，你替我查一下，他去查一下，没有了，没有了 ，OK。感谢赞美主，然后我女儿也看到，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那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的电话亮了，是在进去闹钟，大家都知道，进去闹钟不是说你开了就会进去闹钟的哈，不是这样了，你要第一个人还有其他这样压下去才会出来啊，所以呢，感谢赞美主，就是闹钟要响了 ，OK， 要备齐了 ，OK， 那个时间我通常我这个闹钟是6:45，六就是星期六，对不对啊？也有六，也有五，五是星期五，四是最后的四天 ，OK， 所以是被配合的，感谢赞美主，大家可以参考那个照片，好。就是神跟我们讲，闹钟要响啊，闹钟要响啊，背题要来了 ，OK。第三那边我是看到主耶稣的手，也可以讲圣灵的手，拿着一粒柠檬 ，OK。柠檬，这个柠檬我看过去，记不记得之前照的照片 ，OK。有看到这个灯光是白色的，从新天新地过来的，就好像一粒柠檬啊，大家可以回去，如果还有那个照片，就好像一粒柠檬哈。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然后我就看柠檬里面有几个 seven 有几片啊，然后我就看一下，哦，是八片，通常柠檬有八片啊，那八就是代表家了，代表家，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等待，就回到家，因为里面是八片 ，OK， 感谢赞美主。那昨晚还有一个就是说赞美歌里面突然间停止了，他无缘无故的停止了，我在看怎么会自己停止，是不是哪里什么问题啊，没有，就好好的，当时就是停止在那边 0.5 0.53 5.58，就0.53 5+3就是 8， OK， 55就恩典又恩典，然后8就是加恩典又恩典回家了 OK， 所以真的神很奥妙哈。那第五那边，那昨天的哇塞，我跟大家分享了哈，突然间一个 highlighter 的一根笔啊，就突然间从我的 right hand side 到 left hand side， 我都不知道，然后就掉在那边，我才知道哈，为什么我在前面有声音哈，然后就看着它还有一点点就下到桌上了啊，就看着它。当然了，是突然间在你的眼前出现的哈。好，在第六那边就是看到意象写作很亮光的写作 precious 是心爱的。那这个后来呢，你大家看22那边，我有看到一群人的照片哈，他们一群人三排，全部穿着深粉红色的上衣，裤子是黑色的。我可以算起来，没有时间给我算，但是差不多是20几位而已啊，是不是之前看到的22还是多少哈、啊？我不知道，这个是讲到精兵的哈，精兵好像是兵士有22，对不对？如果没错的话，那今天就是讲到精兵了，对不对？讲到精兵世界的末了的结局哈，要有一个战争哈，希望没有战争了啊 ，OK。如果有战争，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希望没主大快点来救这个世界。好，接下来怜悯世人。第七那边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很早就看到一项呢，里面是看到一个那个 toaster oven， 就是我们的火炉是小架的，因为大架的油倒是用电比较多，我们就用小架了，常常小架，就看到里面说有四条的春卷，第四条是一个尾端那边有跳上去的哈 ，OK， 就是那个就是背起的了啊。好，今天星期一，如果再过4个就是星期五了啊，星期五有跳上去的。好，接下来第八那边有看到天这个字啊，很漂亮的字啊，非常漂亮的字，写的优美的字，天大家都是白色的。天就是四化 ，OK， 四化。我们星期一再加四的话，就是星期五；西方就是星期六了啊。那就写着之后就有看到三天是四化，就是四天。那三天呢，就是三天，就是说还剩下之后就是4321这样啊，4321就是剩下明天之后就剩下3-4天了啊，4321。好，接下来就是看到字。白色的字，优美的字，写着一切美满。为什么？一切美满？为什么？一切美满 ，everything perfect。Why？ 那我跟主说，一切美满，为什么？因为神啊，你是优美的，
因为你是美满的，你是优美的，你是完善的，所以一切优美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优美的哈。感谢赞美主。好，接下来，就是全部一切准备了都美好了，美满了啊。就跟着 to see after， 那时候我抱着我的孙子哈，哎，他睡一下子，我就看到 to see after 是金色的字啊。to see after 就是 see after 就是说之后见，什么之后见呢？是不是讲到明天的三四天了哈？四天之后见呢？三四天之后见呢？这个是通常是明天算起啊。但是我也有看到意象啊。就是看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在二十三那边，对，刚才下午看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先是白色的字哈，所以很有可能神也是很有可能在当中发生，因为很有可能神没有真正跟我们讲是怎样有，但是不知道真正是哪一天，对不对？很有可能十二号、十三号，很有可能十三、十四，对不对？对，都有可能，就是说 to see 之后见哈。好，第十一那边是看到一个女生，但是我没有画女生，然后她的很漂亮的衣服，但是她上面有这个怎样讲 ribbon 啊 ，ribbon 叫什么啊？就大家看图片就可以看到了，一个好像蝴蝶这样啊，两边有，中间也有，然后在她的两边哈有那个那个。天路哈，这样尖一直在动，一直在尖啊，那个天路啊，就是天路在眼前啦。好，接下来看上面那边哈，写着991，什么991呀？什么991？991啊！如果我直接看的话，99加1就是100了。之前看到100，对不对？这一年多了 ，OK， 一年半了，有看到有100，对不对？100。那今天呢，99再加1就是100了，100 OK。是什么意思？一直追神哈，问什么意思？然后就给我想起哪里呢？就是九月六号的时候有看到青色的哈，青色的四方格，那是不是讲99？如果九这边算起了今天，或者是通常是明天算起了，我可以讲说。十、十一、十二、十三，那东方呢？就是东方就是九九 ，OK， 九九，明天，因为它你看它风格比较严一点，就是九月十号开始算起是十、十一、十二、十三，那如果东方的话就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了哈 ，OK， 接下来呢我就想回去8月28号的时候有看到四，也有看到一，但是一旁边又有一个比较不清楚的一个一，就是十一啊，给四这句后的四天就十一就背题了。好，接下来这个我讲到小孩子的 ，OK， 那十四那边是这样，我就看到什么，就是在一个很大的麦田呐、啊，大家麦田卖麦子，小麦麦子，大麦麦子，那 wheat field， 在 wheat field 真的，一片都是金色的，金色熟啦，这个麦子熟啦，一片都麦子熟啦。当时起初看到两三架这个 tractor 那个机器哈、在跑 ，OK， 跑了之后，我的眼睛它就转向 left hand side 就转向东啊，转向西方就转向左边，转向左边的时候，有看到两架 tractor 在走，一个比较前面，那比较近我的一架呢，什么事情呢？它会冒烟这样哈，它在。烟冒得很浓，这样上去，你知道吗？那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背题啦哈，就是背题。所以我看到了有几个呢？我看到有三再加二就是五，或者是二加二就是四啦哈。就是讲到再过几天，我相信就讲再过几天我们就回了哈。那我看到这边，比较近我的这个冒烟的那个哈，冒烟的那个就讲到我们西方啊 ，OK， 西方这边背题，当然东方也背题，但是那个是比较上去一点的哈，当然是也是背题，但是没有讲冒烟，就是讲我这边的事情啊，西方的事情就是呢，就是要背题了，背题当然东方也背题了 ，OK， 好，接下来第十一那边。是不是十一了？对，那是56。OK， 我画多少号码 ？OK， 不要紧，我写的17呀。因为眼睛哈，所以有时候会错，请大家原谅。那就看到字，白色的字，很亮的，很亮光的，写着什么 ？Look， 就是看，叫我们看
看什么呢 ？OK， 看，然后就看之后就看到那个 Google 呢 ，Google 的写作那个 breaking 就是分隔了，分裂了，分隔了啊。要分隔了，那我就找 break 是什么意思，就是分隔了。好，十九那边是看到八个方格写着零，有一个上面有四个方格，但是下来那边下来可以怎样讲啊，就是有看到几好像是八个四方格，但是在大家可以看了哈，再上去一点就写着一个方格，写着零哈，零就是我的姓，爸是爸画，但是是粉红色的啦。那之前大家记得吗？在8月31号那一天有看到林台零呢两个木 ，OK， 台台上的台，然后木材的台 ，OK， 是八画、三画、七画，七加上是十八，就18画，然后18天 ，OK。那如果零是18天的话，再加上去的18、19、20、21、22、23 ，OK， 23就23天，就是9月13号了啊。好，接下来在9月14号，9月4号那一天有看到今天446，今天写着今天，我忘记踩那金色的光啊，今天446，那四加六是十，再加四是14啦。那一天也有看到9月14 ，OK， 9月14就好像这个 journal 这样，像这个 journal， 然后画，但是没有看到图片，就是空亮，空亮，但是有写上去日子啊。通常我会早一点写日子的哈，就等候意象啊。那接下来有看到那个我们的这个洗碗盆那边，那个水龙头那边，那个水龙头就看到圣灵的手就把那个顶端那边把它拉下来，然后就上去 ，OK， 就又回去了 ，OK， 拉下来又回去了，没有水出来。好，接下来就看到洗碗盆旁边那边有这个小茶匙 ，baby 的小茶匙啊，是粉红色的，它的顶端是手把那边是粉红色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要回家了，很短很短的时间了啊 ，OK。那22刚才讲了，23也讲了，1、2、11、12、13、14的字，现在我面前就是眼前就是白色的字啊，白色的数字11、12、13、14啊，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好，接下来就是神说他们是他的义，就是魔鬼撒旦啊，神说我不能够在这边心痛了，我们不能够心痛了，我们要回家了，感谢赞美主，大家继续努力，阿门。